农村的居民们，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单纯的，他们的心思其实也是单纯的。然后接触他们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居民跟会友对我的接纳跟接待是非常高的，就是他们让我觉得，我好像回到自己的家。我们大概有将近90%以上的都是70岁以上的长辈，然后属于青壮年的都是目前的情况就是大概不到10位的人数啦。那小朋友的话就更少，住在村子里面的孩子大概只有5、6个而已。那所以我们陪读班的孩子比较多都是到附近的邻里去，等于再往外扩到那个大马路上，主要道路上面那边的住家那边有需要的孩子，我们带他们到教会来，让他们有一个写功课，有一个可以安心吃晚餐的地方。然后长辈因为都大部分都是年长者，而且都是以务农为主，所以其实他们很多其实身体上面其实都有一些的状况是没有办法再多做劳动的。所以说其实目前教会也蛮辛苦的，是有一群还体力上面还能够继续来整理营区，然后来整理房间的一些的青壮年的，他们多多少少的帮忙，然后再维持教会营地上面的事工的需要。哇，什么时阵我21岁就嫁来啊？啊，我嘛唔知影什么时阵咧。啊，嫁来时阵，啊，你会当讲你安怎信主的吧？我就安怎信主就嫁来，阮翁因要去礼拜，啊，就对因去礼拜啊，安尼，啊，就当继续定礼拜落来安尼啊。啊，你感觉上帝是一个安怎的上帝？是有知识的上帝，真有知识。伊就帮助咱遮人，拢伊拢嘛甲咱帮衬着啊，甲咱看顾好安尼。伊是咱若出门上帝拢嘛对咱对调嘞，上帝甲帮衬甲我遮好啊。哦，你是啥物时阵得救的？3、4冬啊。啊，伊讲上帝甲你帮衬。嘿。上帝甲帮助我，就安尼，互我日日足快乐的吼。帮助我嘛，无啥物通啊操烦啦。吼，我日日拢靠上帝啦，靠主啦，吼，靠主甲帮助啦，安尼。心肝甲放好，穿好也好，睏也好食。哦，感谢主。哎呀。